现在我现在都非常的开心。我几个会现在我都在北野啊，阿沃克村的钱啊，还有股票的钱，其他的都报出来了。创造一个机会啦，让大家可以在户外空间里面接触到成功的作品，大概是这个户外美术馆主要的愿望。那等一下我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些画作的内容。那希望就说透过这些画，也可以介绍一些跟成功有关的故事，以及跟嘉义有关的故事。这大概是今天想讲的一个主轴。是后面这张。我大概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韦玉。刚刚听到的人可以念对这个名字，蛮厉害。就是常常会被念韦金啦，因为后面的名字大家都不太会，不太了解为什么。我以前是韦。韦对对对，二声。韦大，我念的标准。对对对，就比较标准，但是大家都念三声。对对对啊，念那个字。对。大家习惯念第三声。对。那个。有些人会念绿的，对对对对，法律的绿或者是金绿，会念金，这样的四个有八个念绿的，一个念金，就是那是一个部首，一个叫小仙子。大概三四年前在师大念研究所念历史，毕业以后一段时间就到成功文化基金会工作。那个时候因为董事长他其实希望找一些人来，因为成功自己他其实留下了。就是在前辈画家里面，他其实算是留下的东西最多的一个，包括他的照片，包括他的属性，包括各种各样的文献，那需要有人去做一些研究整理，所以就到这边来工作。那另外一个，我刚毕业的时候是跟这个网站有一些相关关系，那一直到现在还在上面写作。大家如果找在网上找一些资料的时候，偶尔会找到这个网站这样。那他其实就是几个历史系研究生共同。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每天为大家讲一个历史故事，那一直做到现在做了4、5、6年这样，然后也成立公司，那也希望做一些就是跟文化有关的这个事业这样。那我今天来之前，其实大概看了一下各位前两次的课程，然后就心里有两个感觉，一个感觉是非常羡慕，我觉得这个其实那个你知道那个行程还蛮好，我看一下课表，徐大一老师啊，然后之前。第二次讲临帖，然后讲嘉义文化，其实那个讲师是非常专业的。然后更豪华是那个下午的电动自行车，不仅给你自行车来电动，还可以骑的，还可以就是如果类似这种行程，因为我们自己这个网站在台北想办类似活动的时候，没有也有尝试跟台北有500个嘛，感觉那个网络很专业，可是其实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就是。租借保险各种啊，就是不太容易办。那一套这样像各位这样活动下来，几千块已经跑掉，然后5、6千块大概都是基本预算。然后，对啊，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那第二个感觉其实这个组织嘉义跟我们想要跟基金会其实想要做的事情，跟这个计划其实也蛮相关的。其实就是台北那个淡水，它有个教堂。对。它那个下面不是有很多那个？对对对对，我们等一下有去拉，其实就是跟着这个计划。去年好像嘉义文化里这边有一些。对啊对啊对啊，也带了。也是你带的吗？就是到那个。我们是。对啊，其实是一脉相承之嘛。大概2年前开始，我们那个想法就一样，跟这个主题有点像，就是说把整个坡的画摆。
要只摆在博物馆里面，摆在博物馆里面它的接触群众就有限，然后一直是感觉它一直是被博物馆的围墙隔着，然后我们希望做到的事情是在社会大众生活场域当中都能够创造遇见这么多的机会，那其实就有点像是各位在日常生活当中走出自己文化历史那样一种感觉，所以今天来讲这个其实感觉就跟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是蛮像的。那或许是这样，就是真的会一直被当成一个博物馆里面美术馆里面的那个名字或者历史课本上面的名字。那老实说讲了很久很久以后，其实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是不见得很有，但是各位是嘉义的在地伙伴，然后一定在很多的文化课程当中多少都会接触到它。不过我还是想问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今天问一个问题说成功是谁的话，大家会有大概有什么样的印象？有没有一些关键词？有最普遍的案例的画家，还有二十八岁，二十八世纪，还有他画了很多画，这个淡水，对对对，嘉义公园啊，对对对，到处，哎，他真的是画了好多的画，对对对，作品非常多，留下来的作品也非常多。各位知道这个跟陈伯同一个时代的画家，我刚刚说他留下文件很多，其实画作他也应该是一个时代的画家。林玉山跟他，哎对对对，还有跟林玉山。是是是，同时期的，对对，他们大概都同一个时间，特别跟林山里面是在日本在东京留学的时候，有过一些同学或是大学弟，他们算是有交情。对，那真对他们是其实彼此关系都还蛮密切的这样。那有蛮特别的事情是，刚刚说他画留下来最多纪念的例如他的太太，我们知道他的张建女士，因为在二八之后他很少很谨慎的把他的画。有一个故事说他保存在他的，有一出舞台剧就是演他，黄蓉蓉演他，对，然后高慧君演他太太，对对对对，就一直开始，大概是六七年前吧，那开始有非常多文化艺术展演，希望开始去展示成和布置这样。那刚刚讲说张，因为那样一个机缘，刚好他的太太很细心保存了大部分的画作的大部分的这个文本资料，所以我们现在有比较多在前面画家那个时代里面有比较多的东西可以研究他。除了他以外，因为刚刚讲嘛，他的东西是跟很多画家很像的东西，所以透过他的东西，我们其实也可以去研究林志远、林玉山，研究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其实算是留下了一个蛮不错的文化资产。那对啊，也许我们刚刚的问题，大家对陈伯的认识，其实不外乎一个印象，就刚刚讲画伯，然后画家，然后有一个印象是二八，因为讨论二八这段历史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指标性的被。遇到枪杀的受害者这样，那所以特别会被提出来。那还有一个印象，还有除了二八以外，还有一个最普遍的印象，我只要出去做教育推广，一定都会有人跟我说，他的画很贵，买了2.1亿，因为他曾经有一个那个创下亚洲画家销售记录的这个这样一个记录，那有新闻就大家会注意到。可是除了这样，大部分就没了。其实大家对他的认识。是印象是很少，或者说就仅限于这几个关键词。那对我们而言，这其实是一个蛮危机的事情。怎么说呢？他是一个画家，可是我们对他的画认识不太多。最多人既然知道的是他是一个二八受害者，这其实不太对。特别是在他留下了这么多东西的情况底下，我们的使命应该是让大家翻转过来去认识他的画，而不是从二八来认识他，因为他是一个画家。因为他是一个画家，我们应该从他的画去认识他，投入全部生命去做的那件事情，那才是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不管做这个观念主管，不管做各种各样，我们现在整个的这种宗旨大概是做这样一件事情。最后还是在那边很简单的大概谈一些关于全部的关键词。那大家可能都会听过以下这些内容，不过大概就做一些介绍。一个是年代，就是最基础的。从1897年，其实你大概推算一下，到1947年，大概是大约快50岁，所以他的辈分大概就是各位的可能曾祖父那一代。他的儿子到现在还在，就是4岁，陈文光老师，也可能是很多人的老师。他好像是家义家路，他们学校退休老师。对对对对。他有来我们社大，我们班上演讲过，我们一位同学请他来。他最近几年就比较，因为他开始生意，就比较衰，对，偶尔还是会
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他，有在那个文化公园那边，然后一个外籍看护就帮他推着轮椅在那边上。对，我想现在都还可以，因为他平时还是要出去走动。对，他前几年身体还比较好的时候，走动比较频繁。不过最近比较家里时间会比较不一定。不过还是他也是很开心，就是说只要有人去拜访他，特别那种小朋友想要访问陈忠光爷爷、陈忠波的儿子的时候，他都会开心的接受我的邀请，然后自己在房间里面先做好一天的功课，然后隔天再出来接受访谈。他其实有要很久。那他的孙子就是现在经营的董事长，所以意思是说他这个人，他其实跟各位的时代其实离得并不很远，就是我们的祖父的爸爸的，就是曾祖父，就是再上去一代四五代，离六七十年，还不是非常远。那一个普遍认识他的入口是这个人，大家可能会对这个人的认识反比这个人还多，原因是因为二十几年前台湾流行办那种西洋画家超级大展，所以范古是那个时候有时每次都会来台湾展一下的。那把他举出来是因为我们其实在他的时代，在他去日本留学念书的时代，他其实是受到这个人所代表的所谓印象派或后期印象派的那个风格的影响，然后所以你看他们的两个的画，同样是自画像，你可以看出一些相仿的地方，包括一个半身上的构图，包括一个最有趣的地方是他们都不是画那种古典时代那种很精细的轮廓的诗意，然后它主要要表现的是一个我对自己的印象，用印象看的一个关键字的印象，它主要表现印象的样子。那还有一个事情是，类似这种自画像其实都在表达他的生命情绪，他表达他自己对自己的看法，然后自己对自己想要怎么表现自己给别人看，所以很有趣，你会看到他怎么选择他的背景，范古选择一个感觉很明亮的背景。就你可能看到躁动不安的线条的感觉，它不是给你一面白墙，或给你一个正常家庭的摆设，它给了你，它想要营造一种感觉，那种感觉是什么都好说，可是你至少感觉出来，它不是这个很直白的表现，对，它有一些它的形式上表现。同样在陈忠波的背景，它也不是选择，它也不是一个实际的东西哦，就是说这些东西一定是它加上去的，它为什么要在它的自画像的后面摆一些这种黄色圆圈，这些黄色圆圈大家觉得看起来像是甜甜圈，凤梨，那个时代应该最早甜甜圈，最早的答案，最早的就是谁作者在研究它的时候给的答案是向日葵，因为都说它是范古的崇拜者，然后呢，范古喜欢向日葵，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跟他出生的地方嘉义可能有些关系。可是如果说到跟就说那个南国印象，那种代表南方的那种太阳的印象，可是如果真正说到要跟嘉义有关系的，其实是应该是凤梨，对啊，感觉凤梨鞋店，凤梨万枣的那个一片，对，特别凤梨，很像，但是它真的也有点像向日葵，那个色调跟那个对，那他的一个麻烦是，他虽然留了很多文献，可他不太说话，然后老实说他自己有文笔也不是很好，各位知道啊，他活在日本时代的时候，他们那一代的习惯的是台语、闽南语，然后又受日本教育，所以他自己的书写其实很奇怪。我们给那种语言叫做混成语，就是说他有中文的思考，可是他用日文的语法在表示，所以你有时候读他的书信不一定读得懂。他的那个讲话不会说我昨天跟姐姐去借了一个什么东西，他的那个顺序文法虽然写的都是中文，可是你读起来像日文，所以他的一直说他自己的表达其实没有很顺畅，那特别是也没有讲很多话，所以我们其实不知道他后面他自己从来没有讲话，后面画的什么，我们只能猜一下。可是至少你可以从这种自画像的做法里面了解到他怎么去学习，怎么去创造出他自己一种这样的风格。从这样的比较里面，大概知道说他跟比他早大概50年、100年的范古有一些成绩关系，以及跟范古同时代的画家，那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脉络，就是说他们到日本去学画，日本人那个时候受到的是这种西洋风格的影响，所以他承接下来的就是这样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脉络。所以，另外一个他最常被提到描述，他们历代西画家，其实很简单，你可以更细节的去想这件事情，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都很能够就随便都可以讲水彩、油画、蜡笔那些东西，对我们而言好像很稀松平常。
可你要想，在他的时代，他们是第一个接触到这种东西。对，在他们之前，他们是不知道这种事情的，不知道画笔要这样拿，不知道有一种这种画法，不知道有一种这种画家，不知道户外写生这个事情。在他们之前，在台湾的画是什么？就是中国的那种。对，就是水墨画。那水墨画的，水墨画不是写生的东西，水墨画也知道非常近期、非常晚近才是写生的东西。所以意思是说，在他之前，绘画的概念就是文人，他老爸是一个文人，然后老爸是一个秀才。在他接受到日本时代的现代教育之前，他们就会绘画的概念是一个文人，然后穿着长袍马褂，然后拿着毛笔，然后在自己的那个画书桌前面，然后像写书法一样去表现自己的生命景致在那个画作里。他们不是要去表现那个自然景致，在他的时代，在这件事情，而且他也是第一个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现在各位在比如说去嘉义公园旁看到有人在写字，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想，陈波可能是第一个。或者最早在台湾做这件事情的，这样去想的话，这件事情就蛮有意思的。第一代书画家的意思是，他们是第一个掌握这个技术，并且第一个开始拿的。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在1920年代学会这个技术，你会你的心情是什么？你的心情是想说，我是全台湾五只手指头数得出来的，我唯一我会做这件事情，开创性的啦。对，然后那个时代随着交通条件的演进，比如说刚刚讲到那个阿里山的开发或怎么样，随着交通条件开始发达，他开始很勤奋，因为我开始有更不一样的条件去走到更多地方，把那些地方画下来。我是第一个做这件事情的，我可以把这个景象透过我的画，对，我是第一个来的。对，然后通过我的画把这些事情介绍给别人知道，介绍给我去介绍给英语的日本人，介绍给很多很多。所以这个事情，如果仔细去想的话，就蛮有意思。然后关于他其实就也很喜欢做这件事情。我们最喜欢讲他的一个描述，就是他是一个以大自然为化石的画家。你知道很多画家有化石，然后他是不太在画室里面完成一幅画，但喜欢把很重的东西摆到钢厂，然后直接在钢厂就画给大家看。这样，他有一个很好玩的传说是，他喜欢在嘉义市街上画画，然后只要上班我来以后，他就不管谁，他都会抓过来说看画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意见，批评指教或怎么样。但很开心的在跟人家讨论，对，很可爱的一个人，蛮有意思。这是一个观点，第一代的画家。那第二个，留学生，日本时代开始现代教育引入以后，包括绘画在内，文学啊各种领域都开始有人到日本去留学，都开始有人到日本去留学了。那在陈波的时代，这个最好的学校是东京艺术学校，这个学校到现在还在，东京艺术大学，同样是在台湾就是台艺大的概念，艺术领域里面最好的大学。那所以他也是那个时代里面第一个受到这种西洋绘画教育。我们前阵子还跑去看那个全部都还一样，就是那个校门口就摆设，大概这个房子离得远一点，就是那个校门口都有一个窗花，然后这些东西全部都还留着，就是很历史悠久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在这里开始了他作为一个真正所谓油画家的这样一个教育学。那后来陈波之所以会比较被注意，在美术史上面留下一个主要的成就是这个地展，把它摊开来叫帝国美术院展览会。帝国美术院是日本时代官方举办的展览里面最大的一个。那他在这个展览里面得了一个就是获选奖，然后就是他获选的照片，你可以看出来他就是一个学生样子，还穿着学生制服，然后表情非常开心。你可以想象他如何开心啊！因为获得这个展览肯定，基本上是一条界限。跨过了这条界限以后，他以后有办法作为一个专业画家活下去。因为我在立展得奖，所以我可以卖画，我可以靠着一直画画、一直卖画去维持我的生活。这样，那这对他也是一种意思。这是一个报道，就是同样是留下来，你可以看本岛人。这个是一个蛮大的关键。你可以想，他是一个来自土地的，有点像加农那种东西，对吧？我是一个来自偏远地方的人，然后在一个比日本人都还要这个先天条件来说比较不好的情况下，我还可以跟你们平起平坐，获得一个成就。赢过你们。呀呀呀呀！对，那个时代的其实很多，不光在美术领域，各个领域的台湾人，都多少都有这种心情。那还出现了一个，如果各位对台湾史熟悉的话，出现了一个那个时代很有钱的一个
艺术赞助者或赞助者总是名字叫杨兆家，以前的一个这个实业家，就像如果各位更熟悉的话，林建堂跟杨兆家的好朋友这样，他们都是很有名的资产家，不过都有一些台湾历史。他们的心情是，杨兆家就讲得很明白，他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扶助这些人，让他们可以在日本出头，让日本人看到足以可以做到跟他们一样的事情，让获得一个尊重这样的感觉。所以这个是他在第三这个入选的一个照片，你可以看到表情非常开心。那从地展之后，他就大概做了一个专业画家，然后之后的生涯就大概做就说到处画画，然后留下来一些作品就开始被大家讨论。不过对我个人而言，如果要说只是定义他的身份的话，其实更喜欢的是他这样的身份，是一个东亚世界的情景。你开始想，在1920、1930年代，甚至还没有飞机交通的年代，没有那个，当然飞机发明，可是还没有那种定期航线的时代。到哪里都只能坐船，然后轮船的跨国航行也是从他这个时代才刚刚开始形成一个网络而已。他是那个时代第一个做这个事情的人。你今天随时都可以看到阿里人出国去这个哪里玩，去巴厘岛，去什么什么。在他的时代，他可能是台湾0.0%的人，有这个机会把他的足迹跨到亚洲，他有办法去跟人家说海的另一端那个世界长什么样子。所以是这样的人特别的。那你可以看到他的形象就是这样，手上拿着画架，然后到处去写生，然后一定戴着帽子。他的造型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戴着帽子，刚刚看到那个资料上也是一样。不过到了后期就看到他西装头露出来，就是比较在台湾比较有身份地位的时候，然后形象会变得很不一样。那常常也是跟着他的好朋友，这是在中国的时候，他们去泰国写生。那在其他各个地方也其实也留下一些照片，这个是很酷。大家都各自手上拿着画板，就是去画画的一群非常惬意的一生。在东亚，我们刚刚讲，在1895年出生嘛，所以他1924年到东京留学，大概30岁的时候去留学，一个留学生的身份，然后在日本留下一些作品。啊，1929年到上海去教书。那为什么去上海有各种说法？一种最常见的说法是回台湾找到工作，因为那个时候在台湾其实老师真的不好找。如果你去看同时代的画家，很多画家的故事是他们一样在东京念书，念了一个美术教师的位置，可是回来以后没有位置可以去教书。各位知道一个画家叫严雪龙，也是有名的画家。然后他回来的时候一度找不到工作，所以他那时候有留下来记录说他想要去当山地巡查，就是山地巡查，就是去当警察的意思。那好像在他没学过就停，然后所以他后来继续有很多。另外一个说法是他想要去上海去找到另外一个艺术道路，就是说寻找另外一种风景，然后为他的画创造一种新的风。那在艺术史上面，我们也确实觉得在上海之后他的艺术风格是整个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那对我们而言最重要还是1933年的回来台湾，所以1933到1947年这14到15年之间，就在二八之前大概14到15年一直住在台湾，当然住在台湾这段期间，他还是到处跑生活，所以还是有每次去大陆、去加拿大，那因为还是有地展参加。不过这段时间是他最主要在台湾密集创作的时代，留下至少就我们现在知道的200多幅油画这样，然后无数的这个素描手稿。那这个是我们知道的数量，可是或许还存在着比这个更多的数量，因为你不知道一些画流落到哪里去了。那特别是28之后。有一些记录是显示说，有些人会烧掉他的画，因为他是有敏感的，是怕跟政府有关，所以有些人会视为一个禁忌。所以曾经存在很多他的作品。在台湾最有名的地方，但是这个画会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卖的最贵，什么2.1亿的看到。但他当然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作品。我这边只放一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官网看他淡水系列作品，或者看他在同一个地方留下来一系列作品，你会发现在一个地方里面他对那个地方的印象很强烈的表达在他的画作品。在淡水就看到所有房子都长这样，然后都有一个弯曲跳动的线条，他对淡水的印象就是这种比较可爱的圆润的感觉。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嘉义，嘉义也很有意思，然后在台南他特别那因为他跟另外画家廖继勋是好朋友，
他们是就是同学关系啦，要是就是在台南这个地方教书，在我们中学，那所以他在这里留下来写作，然后读书在北海岸这三年，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在海边、在山上，你可以发现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各个地方。我这里只列出了一些他走过的地方，其他还有彰化、台中、高雄，就是他留下了各种各样的作品。那当然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还是他在家里做事，这也是这个万事万。这是他的四个嘉义横线四大最高处，各位可以说说看，这四幅画有没有你会不会一眼感觉到有什么共同点？有哪些？电线杆，对啊，电线杆，大量的电线杆。蒋成波大家最喜欢讲一件事情，就是他非常喜欢画电线杆。其实一般来说，这是画家很想要避开的东西，因为他就直接在画面里面直接创造一个直线的线条，感觉很怪怪。所以很多画家，同时代的画家，你可以观察。很多画家是直接在阶级上面把这些东西掠去，直接把这些东西掠掉，但他不是，他直接把这个东西当成他的一个画作的元素拿来用，所以蛮有意思。不过虽然他画了电线杆，但他还是省略掉电线的部分，因为如果有电线，那就真的复杂了，那个区别真的。电线杆，那还有什么你可以观察到？树，对，树，南国的树，然后他无论在哪里，他都表现每次他自己有儿子说，他观察到。爸的话最喜欢用的颜色就是绿色，他最喜欢表示的是台湾。四个画是嘉义的吗？对，四个都是嘉义，然后特别这三个，这个跟这个都跟绿化有关，看到那个很多奇绿化，然后这个很多奇绿化，你找到一些老照片可以对应到那个地方。然后这一条他会介绍是成功故居前面有温妮妈祖庙在这里，然后就是他的那个街道，然后这个现在找到实景，可以再往前可以看到照片。那各位还有什么影响？颜色上面，你觉得除了绿色以外，一个很暖色系吧？对，黄色系，特别是这个黄土地，它要表达一个它对这个地方温度跟太阳洒在土地上的这个颜色的感觉。特别这幅画的黄色，我自己最喜欢这个黄，它是一个温润的，然后有渐层层次往前慢慢弥漫开来的黄。它的黄是，就是那种是阳光洒下来的感觉。你光看这四幅画，你就会觉得嘉义真的是一个温暖的地方。如果把这四幅画摆在日本人眼前，跟他说这个就是我的故乡嘉义，日本人知道印象就是，这个是一个阳光温暖的地方。这样，那你去比较他其他的地方的作品，你会发现他对这个地方的色系表现跟其他都很不一样。山有山的感觉，有那种空气的感觉，然后颜色的感觉，然后海边的感觉。淡水的感觉，淡水的感觉就是全部都红，全部都是这种砖红，他用这种砖红来表达这个地方的一个历史前景，因为淡水最多的就是这种老房子、砖厝这样。对，这个是他的一个关于嘉义的印象。那不过这些画，各位过去都可能会在各个地方比较容易看到，因为它能见度最高，然后诚实的说也画比较好。比较大张，比较结构比较完整，都是他自己会觉得是代表性的作品，所以我们会常常展出来。可是我们做这个展，方向展，做这种陈列装置，最主要的目的是想把这些大家还比较不容易接触到的画，有机会展现在大家面前。那我们快讲一下这个展览，我们其实就做一个这样的玻璃板。这种玻璃板是去其实这种展览是去日本的下关还是哪里忘记了，就是一个地方，然后看到外板。我觉得我们应该采用这种手法。它跟一般的，它跟淡水，各位如果做淡水的那个展示装置的话，你就会发现很不一样。就是说，有你做玻璃板的话，有个穿透性；你做十八块在那边的时候，它比较不容易阻隔。对对对，比较不容易有一个是阻挡的感觉。那玻璃板的穿透性会让那个空间跟它的光线的条件变更好，所以我们觉得是办法。然后，所以做起来就是像这个样子。那我们还附加一个元素是上面 QR code 跟这个有一个蓝牙的设计，就是你点进去后可以看到一些类似这种图示，就是每一个细节里面，我们希望在整个画里面，比如说关于玉山，关于这个后面的房子，关于这个栅栏，在日本时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你爱看多少的环境，那希望做这种事情，就是跟荷兰人学的这样，因为荷兰国家博物馆在做他们的画作的时候，也是采用同样的方法，比如说。所以我认识的话，古典时代有很多画家的作品，然后他们从他的画里面告诉你说这个人是谁，他们的闹剧也要运用这个
这就刚刚讲到淡水的计划，其实两三年前，终于要在3月25号，其实就是很多的实习人来这边，那都希望做一些事情。不过你看淡水的那个时候就实验性，就没有做到过一个创新这样。其实城市的时候淡水比较丑，住在下面的自然是漂亮很多的。对，不过淡水当地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跟当地的什么都是非常合作，然后就非常来。刚才那张啊，我是会单数。那个整个通话的哦，是刚刚那个是对，就是说要外国人哦，那一张是微笑嘛，那个对的吗？对的吗？这个导演，这个导演是的，哎，我们去参访的时候就学他们这个做法，他们要 detail 就是细节的意思，他们喜欢在他们的场地里面找细节，所以他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东西，那我们就去学这个。他们这个很好玩，就是走进那个博物馆，在那个画廊旁边，他们都直接给你这个板子，你可以拿着板子拿下来看，然后对着画，所以你会边对着画，边你就不是，比如说你走进博物馆，你没找地址走去画，然后看看，然后就这样，就这样，就是说他有一个板子，就对着那个画，然后他就会这些解说什么，对对，他的板子就放在旁边这样，然后还给你一个椅子，如果你站着看觉得累，对，可以拿着板子。所以你看到很多人都在那边做十分钟对着一幅画，其实这样才是真正在深入了解，对，深入了解那幅画在干嘛的。他的表情是在做什么，或者画家想表达。对对对，要有一个故事性的连接，这样。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方法，就是我们的方法，然后就应该要停下来，就是尝试性的，然后试着做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有想法。就刚开始做了，但还有很多可能要克服，比如说像那个赛事的问题啊，或者对广告教育上的。那其实很多人我们常会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做户外？为什么不是做一个？你知道李梅树的李梅树纪念馆，然后很多画家都有纪念馆，在高雄有张启华纪念馆，台南有郭柏川，各种各样的画家，他们后代有时候会成立纪念馆。不过农长想法可能不一样，他觉得就像刚刚讲的，陈波自己讲也讲过这个话，他说我的画室与其说是在室内，不如说是。大自然当中，他自己的愿望就是这样。我希望在户外完成我的画，我的画属于自然。那如果他自己都是这样的理由，没有什么理由把他画摆美术馆。所以因为这样一个想法，我就想说，如果在户外可以实现他的愿望，让他画跟更多人接触的话，或许户外美术馆、户外的森林装置会是一个更好的跟大众沟通的地方。这也是他一个很经典的形象，就是在他们到处画画，然后。文化中心前面的双向，其实就是以这个为主题去表现。这个是我刚刚看到那个帽子，早期太阳很喜欢这个帽子，到处到处去。好，所以这大概是一个户外美术馆成立的。那不过为什么取望江山？很多人问这个事情，就是说你为什么把这18幅画叫望江山？其实说穿了，就是因为我们找了这18幅画，然后要想一个名字，就是。这18幅画是它的原始想法，就是大家比较没看过。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以后，然后从里面看一看。如果要找到一个共同的主题的话，我们会觉得山林可能是对他的画，对他的那几件作品里面是一个共同的背景原因，或者是画面直接可以看到的元素。那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从一个地图开始说起。这个地图是日式地图，就说在研究日治时期的嘉义的时候，最常被拿出来讲的一张地图，因为它的细节。1935年的嘉义市街区实测，那细节我们等下再看。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如果你把它跟陈波出生那一年的地图一起相比的话，就会有意思。陈波出生那一年，我刚刚1895年，各位如果那个历史课本背得很熟的话，就会想1895年，甲午战争有马关条约，所以意思说那是日本开始统治那一年，日本人开始统治台湾那一年就是陈波出生那一年。也就是说，当陈波从他娘胎坠地的时候，嘉义长这个样子。是一个城市，然后附近周遭全部都是田，然后你看哦，在短短的30年间，大概35、36、37，大概就是我们走30岁，在这30几年间，从我出生到我长这么大的时候，嘉义从这样变成这样，对，应该是文化路圆环嘛，对不对？这个对文化路圆环，这个比例，这个比例是大概一样的。然后，如果对各位对那个嘉义早期
的城邦人的概念的话，就知道说这个区域其实就跟他的那个城门对起来，它的圆环其实就是城门位置这样。那早期的嘉义城就是这么小，因为一个罗拉的形状就叫罗拉那个罗拉位这样，对，桃子城这样，一直有人说这个，我每次跟人家讲罗拉峡谷、罗拉位之类的，然后就你在讲桃园嘛，我说不是，是嘉义这样，大家就是普遍的疑问。那是吗？那一张图？对，你这样看你就非常清楚。那所以这两张对照，你看到什么？看到在他的出生跟成长过程当中，嘉义非常迅速的发生一些变化，特别是现代化的改造力量，把他的整个城市改造得非常不一样。所以他为什么会对叶圣刚非常有影响？你要想哦，在他出生到十岁到二十岁的时候，叶圣刚可能是还没有出现在接近。各位一出生就有叶圣刚了，各位一出生就有下水道、有马路、有各种现代化的风景呈现在你的眼前。可是，在他的时代，在他的眼睛里面不是这样，在他眼睛里面那些东西是轰轰轰轰轰，像乐高一样，突然在他的眼前这样冒出来。对他而言，他当然心里受到冲击。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画家，现代化改造力量跟他生命力相冲击。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画家，你会注意到什么？你当然注意到这些现代化的现象。所以在这十八幅画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跟现代化非常有关的景物，比如说这个，这两幅画。会看出来大概在画哪里？文化中心的嘛。因为有一些很明显的这个体系，比如说这个烟囱，以前那个泡那个木牌，对，三尺那边，然后是材场，对不对？这两幅画，这个画呢，后来1946年，这个是他学生时代的时候水彩画，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画的非常不好，因为他还在台湾，然后还在学的时候，然后他的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也到同样一个地方，对他而言，制裁厂是他的故乡嘉义里面对他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地方，所以看他生平的这个早期跟晚期都在关注同一个地方。不过这个画没有留下，我们现在来找他最后的叙述是这个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出品，然后装了台湾的神展，因为1946年是神展，据说这幅画后来被成立的政府委婉去奉献给蒋介石家族，然后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哪里。现在还在推，这两三年、三四年来，我们都陆续在，比如说前天有一个新闻说，我们在日本的一个总督的后人的家里，我有点忘记，图书馆地方图书馆里面找到他一幅很重要的画，因为总督那个时代，总督把他的画买去，然后带给日本，就类似这种故事都还在发生，还在继续找到的画。不过下一个画我找一下，可以来找一下。那如果你去对照现在的这个就。现在的那个嘉义自在厂里面的860，其实就是这栋，刚刚那些基本特征大家看出来，成块窗户两个楼上，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历史照片里面，这栋现在已经不在，不过像刚刚你讲到，它的遗构现在要挖出来，就是地下的那些技术。这个厂现在因为是嘉义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起点，所以现在想要去重建这个地方历史。那所以对他而言，嘉义制裁所，你要想，刚刚讲的1920年代以前，在他的故乡嘉义突然冒出了一个超级大的工厂，然后各位知道嘉义制裁所的那个描述都说是东亚第一，它的那个每天的制裁量，然后它的规模，就是即便不是在嘉义，在整个东亚都难以想象。那你要想，他作为一个出生在这里长大的孩子，然后突然身边突然冒出了一个这么庞然大物，他一定会对这个地方非常有影响。另外一个对他而言很有印象的东西是这个，各位现在也可能会觉得很轻松平常，这个人会生命比较小，然后你从他的画看起来就是两个标志啊，可你看他把这两个标志就直接把它画的就是正中央，这就是他要表现的主题。那这个东西现在来说就是稀松平常，我们都给他一群学生去画给别人做一些地标啊，就像刚刚讲的，他是一个掌握这个绘画技术的人，他可以自由自在决定他的画要表现什么。他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因为这种东西，这种地标式，你在画里面，它比例关系还抓得不是很好，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小小的。不过它的高度其实就跟现在的北回一些地标差不多高，5-6层这样。你要想那样一个东西，也是突然出现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对他而言，当然是一个现代化力量在加以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那也不会是吸引他的。画作者，那各位现在都很熟悉陈国故居，他其实现在就是有定位，就大家去就是按小定这样。然后不过我们有最好的角度说，
些画，这个是他隔壁在那间做，所以现在没有留下原件。不过他非常喜欢这个景，所以一连创作了这三幅画都跟这个画的名字都一样，就叫嘉义街外。嘉义街是好像是现在垂杨的吗？对对对，垂杨很多吗？很多。笔的话是这样，垂杨路在这里，垂杨路在下面。对啊，就是现在垂杨路那边嘛。对，然后比如说你看这个温尼玛怎么样？当然现在不是长这样的。从温尼玛怎么样走过去，这边就是很多故居。如果大家对那个在现在国华街那边。哎，国华街。国华街靠垂杨路那边吗？从垂杨路往，我站在垂杨路。就是从垂杨路往。国华街北方看过去这样。然后呢，如果你去回去看，你会发现，然后这个是现在的国华街，这个是垂杨路，然后早些国华街这里还有一个什么水道水圳，水道，所以你会看到在它的这个同样国华街那条街的末端有这个水道，它也是在，不过大家现在看不到，因为就地下化了。就是以前沿河街那个河沟吗？沿河街。就是河沟垂杨路，垂杨路。对对对对对，是对对对家里门口那条街。对对，还叫垂杨路，因为这边叫沿河街，然后全部就把它盖起来叫做垂杨路。对，所以你看，这个家里门口是沿河街，早期垂杨路，嘉义女中大概在这里，然后是整个水道是从这个嘉义东边的山庄这样下来。就是垂杨路，这这一条这条街，沿河街，沿河街，叫它玉川，对，沿江边那边不是都有那时候吗？啊，哇，可是那时候河沟是很。对对对对对，它两边都有阳春面啊，建筑，外省的，我已经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时候盖起来的，差不多七十一二年，1980大概，对，早期的记忆就是对这样子，没有，我住在梧桐南路那个时候啊，哎，对，所以那个垂杨，对。以前是都有杨柳树，杨柳树，我不是本地人啊。啊，大概是这个来头。我没有看过他以前的样子。对，不过垂杨路那时候那边那些刚出班的就觉得垂杨路这名好美。那可是我相信他在这个时代，他的功能慢慢整个下去。不过在更早期的时代，在这里都还是一些时代，他其实就是作为一个灌溉的。当然，现在就附近都是城市的。他好像那个等于是南边，嘉里在南边嘛。是。嘉里呢，就是沿河街几号？他们这条沿河街。对。然后在沿河沟，河沟过来那条就叫垂杨路。然后在河沟的那个垂杨路两边都有卖外省面的。然后呢，那个在河沟旁边的，因为地很小。他还把那房子下面都垫木桩垫到那个河沟上面，然后呢，大概那个店面大概有一两公尺，就是悬在那外面的。这个是早期1949年以后台湾常见的景象，就是这边过来的很多人，那在台湾找第一个房子就是在河沟上面，所以你在海上也看到类似这样的房子。那这个故事其实就像我们讲的，就是你可以把整个画拿来说故事。这个是水圳的一个。那所以跟刚刚讲的那条大水道是很有关系的。那你看这个故事就连起来，陈波在他的时代画了这样一个水道，然后各位经历过的时代还留着那个记忆，哎，留过了几代，我们这个时代就只剩马路，只剩那个地下街上面还这样。然后先看的是大水。对，所以故事就是这样连起来，透过画，透过这些素材，其实都可以做一些影响。那像刚刚讲这些画的能见度画的比较高，所以我们在。望下山林的展，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如果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这个地方，对他生长的地方，他的这个关心，其实都在的，所以一直在画的地方。那除此之外，他也是关心附近的一个城市角落。嘉义早晨西门町，这个画在他的一个名字叫西惠坊，西惠坊来自于这个招牌。那很有意思的是说，我们可以透过现存的一些文件，找到他在哪里。同一个时代的，案内什么意思？就是介绍手册，就是整个嘉义市里面有多少商店，日本时代，所以有立案的人，有立案的店家都有一个清单，
所以我们可以在里面找到那个店家在哪里，他的地址，其实地址上也很简单，然后他说的那个店，对，他那个餐厅，他透过这个地址呢，我们就可以回来找地址，所以我们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他在光泰新的民生北路口，现在啊这个样子，当然跟那个画板不一样，不可能期待说我们会找到这个画一样的东西，不过同样的入口就是刚刚那个画的这个入口，这样就找得到。然后同样呢，在画作里面，你也可以找一些细节。后面这个招牌它是写的非常清楚，印象派画家，你想要写清楚，看不管多少也辨认出来。哎，从地图上看，嘉，它写到啥？嘉陵上市，长庆泡吃茶店之类的，这个我们找不到，不过我们后来找到这个，同样在这个入口，在历史地图上面，所以它是有办法辨认。原来是好像是嘉陵。哎，吃大便，对，哎，日本时代的吃大便，跟战后吃大便不太一样，性质不太一样，不过有些城市关系。那有一个东西蛮有意思，我们在他的画里面看到这个还是现在台湾的那个东西的那个冰店的那个旗子上面写的冰。那如果你去追的话，你看陈波画里面出现的东西，那更早的时候它其实是日本这个明治时代开始出现，因为开始有制冰工厂。冰它就变成一个科学的产业，可以制造可以贩卖，然后出现了这种东西被带到台湾来，于是留下在各位现在去西冰的时候还看到东西，这也是一个历史。然后像这种也会招牌板在各位的阿公阿妈那个时代的时候也是街道上面会出现的东西，所以我们大概的用意就是说把他的画里面的这些东西就告诉你是怎么一回事，他在画什么，然后过去的历史问题，这样子就蛮有意思的事情。你等一下，让我看一下。好，刚刚那张这个西门町和西门町的地址，这个地址，哎，好像大概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是他的住的地方。不过各位在嘉义，可能会有一个东西印象，就是你往东边看，你就会注意到右边的阿里山山脉、玉山。当然，我不是嘉义人啊，所以我不能说这个话。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常见，据说以前很常见，这样就是。下雨过后，对，跟天空气很不一样。因为现在空气品质比较好。以前是我念高工嘉义的时候，后面就完全我六十几年毕业，六十几年，后面完全我都没有房子，我一看得到的就是农机厂，就是我们烟台的瓦屋，然后呢，三八就是在我的左手边，我想向南看的瓦屋，三就在我的左边，非常的辛苦，因为我以前念国语。可是我在家里，我下课同学都站在走廊看，就那个山就是绿色的，就绿色的山，你还可以看得到路，还可以看到山的路哦，可以看得见哦。所以今天那个时候没有摩托车，那时候没有啊，所以它那个很干净，就是环境污染没有像现在这个严重，现在可能对下一次你才能看到。主要还是空气品质，所以每次都是新闻那一波突然出现的，突然出现的那个风暴，听说是一个下过雨啊，或者一个气候变化，因为空气品质变好很多才看得到。就是说，在家里就可以看到山对，不过你可以想象，在城都的时代，那个对他而言都是家里的一种日常存在的。所以他的话，他在城市里面从角度到处看，那当他只要想要往旁边看的时候，又看不到山。所以这些东西对他而言，这也是望向山的一个很重要的。集里面这个方都有画山，对对，这方面绿山，对，然后这个是比较早期的画，因为没有明显的地形特征，所以你比较不知道它在哪里。不过你知道它表现的主题，像这个大片的郊野跟一个现代化的水泥墙，它其实跟它刚刚那几幅画想要表现的事情有点像，就是城市跟乡郊区的交界，各位看一些这个画其实想要表现的主题。是一个中轴线，这里是现代化刚刚要开始的事情，这里过去已经是城市，它要表现的是一个交界地带的中轴线。这些大家都有这种感觉。你现在看你会觉得这种好像稀松平常，可是，在他们而言，这个是一个新的道路，一个被拉直的一个铺设的电线杆，旁边有这个地下化水沟，做了一些现代化功能的，对它而言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像这种细节。水泥的直线线条，它会特别方便显出来。这个味道也是一个。是有建设水泥，因为当时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有些破乱的。
明确确认地形是这个。这个我们后来比较能够知道在哪，因为你不太容易在日本时代的老照片或者街景里面找到一个你看到笔直的道路，然后旁边有围栏，然后后面呢有几栋房子上面有这个一景，就最太古老，就是那种上面有一个通风窗口的地方，它一定是一个什么工厂或一个什么地方。那做这种东西是为了里面通风。那然后还一个是陈光先生的回忆啦，他的印象当中就是在他的老家的南边有一个牧场化，垂杨路南边有一个牧场，现在也忘记细节，不过早期有去牧场，就是找得到他是在哪里，然后因为地理特征有符合画里面的表现，所以这次博阿达的表现的方向在里面，就他只要想看山是就是在他的视野里面，特别是白雪皑皑的山，他生涯的最后一名画玉山积雪主要要表现的是这个主题，所以这是在他的嘉义市里面他想要往那边看，往下看，有时候他也会站在山里面往回望。嘉义公园里面的画他画了很多，然后那些大概在美术馆里面比较常见，那这次的展览我们就没有画，不过我们放了一些他从这个地方往回望的东西，比如说这两幅画，这个各位可能会比较熟悉一些，在嘉义市博物馆做了一些大象，这个叫望向，展望出我城。那你看到这两幅画都在比较高的地方，往嘉义的西边望过去。在他的时代，嘉义市的东区这一块，现在还有什么关？不太有印象。其实就是那个圆环以北中山路，圆环以东，就是圆环以东到嘉义公园中间的这一大块，在陈波的时代是这样，空白虚线表示全部都是农田，全部都是农田，这样。只有望过去远一点，到这里附近的时候，到圆环附近的时候才是城市。然后你看到远方的烟囱，因为过去在各位所在的这个地方，在我所在的南边，存在了很多电瓦会社、制冰工厂，或者一堆有烟囱的地方。所以你看它的话，有去对到历史地图，你会发现那个地形完全都是相同的。各位以后可能比较有机会看到这幅画，然后如果看到的话，特别注意一个重点，你会发现这幅画啊，它特别用了两种颜色去表现一栋建筑，这两个，这个黄色跟这个绿色。在这幅画的其他角度都没有出现，他特别把它，这个是我们这次做这个研究计划也蛮有趣的发现。大家过去一直看这幅画，可是一直没有发现这件事情。那我们后来认为这栋建筑物在他其他的画里面有出现，就是这栋嘉义街景的这栋。1934年，嘉义出现了第一栋三层楼的水泥建筑。那就像刚刚回忆提到的，就是说以前在平房的时代。到处有平房之代，只要有一栋特别高，你一定特别关注到它，哪怕只是高一层。所以你看，1934年建了这栋以后，他同样那一年他就跑来这个地方画这幅画，把它摆在中庭。这个画解读很多，每个人觉得它的中庭不同。不过在我们后来的看法里面，在特别就是这一栋最大的原因，我觉得一些特别的意思。那这个画里面还有一些细节，特别是他一些老照片都还留下来给对照。这个是一个写真馆，清高写真馆，写真馆的照相馆的意思。那这栋的主人是一个历史人物，然后留下了很多老照片，所以这栋就是这栋，这栋就是这栋，然后这个路，这个路就是这条路这样啊。你看到它的这个是在北边，不是北边，是在它附近吗？现在有一个新高杂货店，不一样。新高写真馆就是照相馆，它在林聪明沙路里头。对，那就。中正路那边的，对，它有一个那个二中那边，对，然后那个路口到现在都还找不到。然后你看这个照片的主题是庙会，就是城隍庙回来，这个东西八家将，八家将，对，这个东西陈波也注意到，陈波也画过一下，然后你看一些细节哦。后来你如果只看他的画，你不会知道这拍的是什么，但你如果把这个照片放大，他告诉你这四个字叫做。左侧通行，日本时代的道路规则是希望行人靠左，所以你回去对照照片，对得出来这个东西是什么，有些很有意思的。然后这一栋，我看这两栋在历史上老照片里面一些细节，就是图书的窗台，然后这些都一样。那这一栋啊，到现在你都看得出来，一样，它没有改建过，然后它的这个形式、这个
所以只在内洞啊，整幅画里面你要找一个现代艺术的东西，就是在这个对，大一统地方，大一统就是在中正路跟那个对，吃完杂烩以后往北边走，就是直接可以通往杂烩以后往那边，对，就北边，北边一条街，三楼那一间现在是李宗明。不，没有，是在那附近，没有，李宗明是他下面一条街，对，是在那个什么光华路的那个中，那个新中街，跟那个什么，就是在那个，他那边有一个辐射，可以，哎，所以在那边，所以你看这个街道是斜的，这个街是斜的，它不是一个十字路口，对啊，我常常在那边，它是一个斜的街道，哪一家都知道啊，所以类似这种，各位，这个也是走读的一个主题，各位在日常生活里。其实如果把整个画拿出来看，你就会发现他画的那些家用东西，其实出现在你的生活周遭。他们家对面就是一个妇产科的设施。然后像刚刚讲嘉义的这刚刚这栋建筑，这个在，然后找一些文献，你看得到它是通贸商店嘉义本店。再细一点找文献，你知道那个通贸商行，然后一间做什么？就是卖那个什么？哎，他卖什么呢？他卖这个烟囱。卖天堂弄，以前的早期的台湾的人家还是要烧煤球，然后收对，然后做一些金属网，养鸡的那种金色的金属网，你都找不到他们在干嘛？你要看到这样子，所以一幅画里面所有这些细节都找得到，每个都找出来的话，就有一些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有这些故事，你会觉得这幅画很可爱，然后就会有人去做正在创作。所以我们后来有个插画家就发了一幅画给他去，就是用这个非常可爱的版面做一个版面的改造，就是很喜欢这个制作。那这几年成功的讨论热度比较高了，所以这几年做这些其实如果功利一点，把它效益比较大，因为你会比较多人看见，它算是比较早时间做这个尝试。那所有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走读。你读他的话，其实跟你的日常生活环境，它互相对照起来，你看他的话，其实都是在走读他的时代的差异。对我们而言，这个事情一定是你可以借着他的眼睛看见那个时代他看见的世界。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你自己的生活，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位置、这个生活，它不是一般的变成这样，它有一个脉络，那就是所谓历史。我们怎么认识历史？有各种各样的途径，课堂上，然后各种东西，画可能可以是一种途径。就像刚刚讲，你去外面去玩，然后或者不一定就拿着成功的画册，你可以在里面找到非常多早期台湾的，甚至如果去日本，我有一次去东京，就是专门为了拿着他在东京直接画出去读他在东京，他在哪里，他在哪里画，非常有意思。那个对啊，就是你会觉得有一种主题性的小旅行。非常有意思，唯有这样的事情，唯有这样的工作做多了，这个事情才比较可能实现。最大概最近十年吧，从我天书的时代开始，台湾一直在讲文化创意，后面再接一个产业这样。然后文创，文创大家一直讲，所以文创到后来成功就变成文创杯子，马克杯这个东西就变成文创。然后最近几年的台湾有一个名词特别有意思，叫文创夜市，板桥还是哪里，反正到处都有一个文创夜市这样。文创夜市到底是什么？就是没有人可以讲说文创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对我们而言，你回归到它的字义，它的基础其实很简单，你要有文化才会有创意。文化是什么？文化最宽泛的定义就是一群人在一个地方共同集合成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就像刚刚讲的，那个生活方式是什么？那个生活方式不是凭空突然制造，然后变成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得去理解它的脉络，你得去理解它怎么从成人时代到你的时代是怎么接起来的。文化才会出现，然后才会更难，才会有比马克杯更好的创意。那我们其实在鼓励这个事情，就是说可以结合更多成果相关的创作，比如说绘本，比如说让成果作品重新桌游，走进更多人的生活。它后来变成一个这个实境游戏，现在一个消费型的创意。然后最近出了一本书，它是一个小说，有点学达文西密码的感觉，最近在找东西，然后在成果里面找一个密码。但所有这些东西，它都不是把画印到马克杯上面那样子的事情，他必须是先了解陈默是谁，他的画是什么，他的画跟你的生活有什么连接，这些东西才可能产生文化创意，才能实现，才会后面的产品。所以回到最源头这个计划的根本，
走读的目的，这个就是把文化带回各位的生活，认识各位的生活里面，其实原本有这样一个画家，他影响了他的画里面留下了一些足迹，留下了一些线索，然后留给各位再去探索一下，这个大概也是。